貨櫃碼頭南路近 lamp post，Charlie 0381到 P 到一單 TAPO， 有傷者，表面清醒，強程後上。你受咗傷，使唔使同你 call 埋車 ？Shut up, dude！ 唔識聽中文啊，行開行開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Don't touch me，shut up！Don't fucking touch me，alright？你斯文啲啊，唔好再講粗口啊！攞身份證出嚟。咩身份證啊？保安。身份證，佢身份證。係冇身份證啊？你知唔知我阿叔係邊個啊？ Shut up! Shut up! Yeah, Uncle, yeah, this is Brian. This dumbass pigs won't let me go right now. Alright. Hey, yeah! Hey, you are! Hey, hello. I'm EUICMY Sham. Why are you crazy? Where are you going? Go，yeah， 走得過。喂，係有個男人撞咗車，圍佢啲啲。佢話有個法官暗。你走嚟嘅，我一定要走啊！得。I have to go。 我哋警察唔系癫狗，你袭警我打死你都仲得。Hey sir， 你要嘅文件。 Thank you。阿Sir，CB 班机啱啱到咗嗰个位下紧。 但未開手提，大台班伙計通知咗我，除咗 PBRB 總部指揮中心，起碼仲有三條支科喺15分鐘前開始做嘢。
唔該，鄧長。秘書，收到封，李常喺20分鐘之前以 acting CP 身份定義咗香港進入 T1 response。 今夜 call 大家翻嚟，係有兩件事同大家講嘅。第一，喺個半鐘頭之前，旺角百老匯門有一個炸彈爆炸，暫時我哋未有傷亡報告。第二，喺琴晚嘅2300，一個帶毒新嘅男嘅 EU 有30分鐘冇依照程序報到。去到2319，我哋嘅報案中心收到一個太空電話。Yeah，一架EU，5個差人加埋車上裝備，值幾多錢？係個。 EU control 正常，編號 NTS 71仍然失去聯絡。睇翻大頭 report， 71今晚係中更 ，2244 佢哋處理完一單醉酒鬧事 ，resume normal 之後就失咗蹤。而家唔單止係衝鋒車，就連呢5位夥計嘅手提電話都斷咗線。大家都知衛星定位會有誤差，除咗無線電記錄，我哋已經申請埋啟動 MII DSS， 初步鎖定方圓20公里範圍。 新界南已經派出兩架 EU 同 PTU 跟進，到現時為止。劉 Sir， 聽到呢度有咩意見？Michael 部署好正確。除咗咁，我會要求同事將出事衝鋒車之前見過企事所有有關人等，全部帶曬翻嚟扣查。所有呢啲嘢我已經入房前做曬。各位同事，初步估計旺角土製炸彈劫持衝鋒車。 由於發生嘅時間太接近，所以唔可能係偶發事件。23分鐘之前，我已經啟動咗緊急應變機制，呢度就係臨時指揮中心。阿都，你係資訊科技嘅總監，我想你解釋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李Sir，既然監管處同 IT 阿頭都唔喺度，不如等我答。我問緊係聽力號嘅嘢，你答到我咩？阿都。 依今日嘅科技同資源，匪徒只能夠 block 一個 range， 除咗我哋部門，冇人知，勁都係用緊咩頻道。好簡單，我哋 check 下廣東局，睇下新界南邊個地區電視同收音機有資源，咁我哋就可以 lock 實到衝鋒車出事為止。cut曬我哋呢邊不做，用咗5億4000幾萬，前後6年，講咗有幾咁高科技。CP 而家用喺哥本哈根 sell 緊我哋香港有幾咁安全，警隊有幾咁 pro。 但估唔到我哋個通訊 system 竟然可以荒謬到令成千人、成架車失去聯絡。我而家就可以同大家做總結，可能性只有兩個：一，就係呢個 system 存在好大嘅漏洞。阿杜，你個 department 要負責。阿伯，繼續。我哋 set 個傷亡記錄，今次架 EU71係 full load，車上面有5個夥計：車長黃強、6911、鄭國峰便裝、6065。 沙田沈美儀48475，仲有就係 RO 梁子明38543，最後一個車尾786孖3，李家俊。我定性呢一次係一次恐怖活動，由於案情嚴重，我決定親自介入，in charge，行動代號寒戰。各位，香港係唔容許有挟持警察嘅事件發生。 一次都唔可以，劉 Sir， 我 team 人已經 ready。阿杜啲嘢你跟翻，而一部衝鋒車失去聯絡，唔單止截到車上嘅 GPS，block 晒所有 upload 同 download 嘅訊息，仲要截埋 radio。 香港範圍80公里有線路系統，就算全部一齊出事都唔緊要。第三代通訊系統最先進喺呢度，每一個小蘿蔔都係一部 GPS， 就算刪咗機
都可以用中央電腦開翻佢。點解我唔知嘅？呢個係 Cattle 嘅設定，立法局財委會都冇權知。你哋做行政，更加唔會過你手啦。咁即係個個夥計心口都掛住個偷聽器，唔係偷聽器，秘密武器。 情报显示被挟持嘅伙计收藏喺青衣淡江山路一带嘅船厂里边。到现时为止，我哋嘅冲锋车配备同埋枪械依然下落不明，我哋要争取时间。李成因为个仔搞到成个 plan 错晒，时间又闯住，又冇狗仔队去跟，送班伙计死咩？有、Sir。 你準備開 window。哦，講嚟。我明白阿俊一人接嘅 list，不過你係咪應該交翻俾 Albert 負責？頭先我見到啲夥計。 睇住啲圖則，全部都係3年前冇預住嘅曬。既然小路保路 K 都位置，我哋咪應該做咗 rehearsal 先。劉 Sir， 再出好危險，入嚟。放心喎。 自己好有信心，我自己好有信心，香港保持。
亞洲最安全城市依個稱譽。开门 ，Sir， 咁样我哋好难做嘅。如果邝 Sir 同李 Sir 一齐，你同邝 Sir 讲，我要见佢。Tier One response。你大膽啊！有乜嘢我可以幫到你？我諗啫，情報對於所有行動係成敗嘅關鍵。如果你而家嘅權力範圍以內有一啲資料係睇唔到嘅，你問我，我有理由相信今次嘅劫事件。是跟你文斌父子有关。我想看他在行政会议里面的品格评估和背景审查。一个小时内给他 hard copy。 麻烦了，刘生。相信自己的 judgment， 非常时期用非常好。我明白你的意思。先话问到嘢，我经过你哋门口，不过连我哋 rank 都入唔去。北南亚人搏脚嚟啫。头先陆生嚟，如果早啲审完班犯，你哋应该会见到佢。不入直路啦！我明白你在而家住，不过我哋纪律部都系管理层，喺做每一个决定之前，父亲嘅角色永远唔可以凌驾警察身份。我知刘生好睇你，我谂你哋应该明着个调。我知唔知得？不过唔系。我想你正话呢番说话，我唔方便帮你转达。我建议你直接同外头倾。我冇嚟帮。其实我仲有密贴。一架 EU 五个差人。加上車送裝備，值幾多錢？今日下晝三點，好想聯絡你哋。唔使理佢，幫你救我哋。
CP 知道未啊 ？check 唔check到条片嘅 file properties？ 知过，不过全部俾人 forward 晒。就快9点，伊丽要出新闻稿。柳常，如果我系你，条片我会第一时间俾李尚知。柳常，今晚你20分钟前用冇记录嘅手机打过一次999。 佢問我哋計好未？我 set up 多個 system 喺 open office， 方便你哋做嘢。翻翻聲條片啊！係，即刻 call IT 同埋鑑證，上 CD 房。而家。1架EU5個差人，加上車送裝備，值幾多錢？今日下晝3點，好想見到你哋。唔得，你佢，幫你救我哋，幫！伊利嘅價錢仲在最尾嗰頁。 前面咧有一架冲锋车，5個差人，所有装备，条面数好易计，大概4500有找。唔系，冇你咁简单，我一定计漏咗啲嘢。不过钱冇人嫌多，如果就咁搭班反，我哋好低。呢班咩人咧吓？玩到咁大。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嘅工地，从来都系自己。先生，帮我所有嘅 list。 鬼，点解咁贵？最后打算做好准备，我加持佢5個已经上照。柳 Sir， 精神咗，系车长黄强，关犯案几处？咩情况？发现嗰阵时已经冇晒知觉，急症室主管初步怀疑心脏病，闭路电视影都送佢嚟嗰架车，但系证实咗系假牌。 班犯摆明喺度挑战紧我哋嘅底线，尤其系李尚。各位同事，寻晚我哋一架 EU 车失踪，到依家已经超过10個鐘头。较早时间，贼人将一名受重伤嘅警员掉喺急症室门口。呢一个行为，我视作系对警队嘅严重挑衅。稍后我会知会保安局，跟住会签发行政命令。 鉴于挟持警察事件有恶化嘅趋势，我正式宣布。Here to respond， 全港警区所有早中间延迟2個鐘头交更，全部前线人员休假取消，通报水警、机场、公共交通系统，我要有1/3次嘅警力，全数招呼营救行动。 我想罢免佢嘅职务，根本冇可能。点解？你要 take over 李文斌，编制上你系要革职警务处长，你要证明处长失职，或者因为健康理由唔能够履行职务，但系成个程序上至少要2個禮拜。系啊，呢个系正常情况，不过而家唔系。你记唔记得寻晚我翻到总部嘅时候，你同我讲过咩？ 李Sir喺20分鐘之前以 acting CB 身份，定如果香港進入 TR1 response。李文斌昨晚開始以警務處最高負責人名義，未得管理陳紅衣，宣布香港進入一級戒備。本來佢只係想方便自己喺警隊有更大嘅導員能力，最難 define 嗰 part， 李Sir 已經幫你做咗。俾你引用緊急狀態法。 里边至少5個系宪委级管理层，而一半人有咗过半下嘅，你唔够5票。Albert， 康志达 ，Albert 虽然一直跟开李尚，不过佢喺管理层里边可
学历系最高嘅一个。有半年，佢就系法律博士。佢比我哋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明白乜嘢系法治精神。正话见过佢，佢眼神有犹豫。我今次是基于法理上的考虑，如果俾我知道你系存心玩我头，我一定会教你。我唔明成，几时啊？三分钟。点解？俾时间你前，佢帮我哋拉人。李 Sir 早晨。有特派事件要跟进。你睇佢 heading， 如果冇問題，一陣我試試中英文稿到你阿 Chan。Article 八 B 唔得 ，Cold War 未完，我唔想對外公布緊急狀態。我唔係好明。我已經講得好清楚，係咪要我由頭講多次？因為正話你叫我過濾新聞，李 Sir 呢個好似從來都唔係 CP 嘅權力。錯，警例我俾你熟，我絕對有咁嘅權力。我任內 serve 過兩位一哥，佢哋從來都冇對我哋個部門有個好似你而家咁嘅要求。係因為佢哋唔識運用。我而家直接同你落 order， Article 8-10，未經我同意唔可以對外公佈 ，understand？ 行到未結束，我同意配合你，但係緊急狀態令我唔會幫你保密，因為每個香港市民都有權知道佢所居住嘅地方嘅安全系數。你唔撤回頭先要求，我唔會走佢。而家究竟係市民嘅知情權重要啊，定係夥計嘅安全重要？新聞歸新聞，安全歸安全。你要我唔依既定程序，淨係聽你嘅 order， 咁係人治，唔係法治啊 ，Sir。Minute。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公器私用？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你知不知道我有权力即刻解除你的职务？我知道 CP 和 DCP 都有这样的权力。你今天想做什么？我有事想跟你商量。我叫大房膊头两粒以上的 CID 全部上来，大息是全部。商量咩？李 Sir， 我覺得你今次過咗火，所以帶埋啲軍裝上嚟幫我出貨。我唔係咁意思。我唔係咁嘅意思。你兩個都幾有默契喎。聽講你兩個以前拍過拖，但係估唔到連口頭禪都一樣啊。李 Sir， 架 EU 喺新界南出咗事，你已經喺新界南嘅頭去 take in charge， 呢度係總部。你同我嘅分工，回歸到而家都唔會係 ACP 甚至係 DCP 直接參與行動。咁即係話，你都認為我公器私用啦？我明白你嘅心情。如果擔心你嘅情緒影響，我問你係定唔係？李 Sir， 事件係好嚴重，但客觀嚟講，你嘅應變亦都過分咗。你都应该知道，我唔需要任何理由，而家就可以解除你职务。我知，不过呢个权力你同我都有。就凭你呢一句说话，加埋你几个军装，就已经构成侮辱上司嘅罪。阿伯，扶楼上来。阿伯，带晒佢哋来。我做咩啊？快埋支枪，企后边。回归以嚟都未见过啲咁嘅场面。呢件事若然发生喺外国，就系一次政变。外加 acting CP 0906，刘杰辉，我正式解除你嘅职务。
警队规矩，自己有亲属涉案都要利益申报备员缺席。既然今次你冇咁做，咁已经证明咗你喺韩志行动嘅判断出咗问题。我系质疑你嘅能力。法官觉得你应该交出你嘅总指挥权力。呢班匪系针对警队嘅，你系左右选择。第一次恐怖袭击，唔好意思，你唔系乜副处长。我要尊重你一级公务员。唔好以为保安都冇你，我就交你。博士，你系咪想断佢？你够票咩 ？Sir， 乜捻嘢事 ？CP Online， 佢要揾韩志行动嘅总指挥。Lao, Cold War, you got him, I lay in charge. Hi. And behind my gun. Here, what do you mean? You're Joe Vincent. My help. Okay, I'm gonna take the first flight back. Lao, MB. Don't let the situation get any worse. Phoenix. Keep in touch. Yes, sir. Thank you, sir.收到李文斌副处长以健康同埋私人理由申请自愿退出寒战行动，根据警例232章第16节，县委级同埋超过2位嘅 ACP 已经一致同意，由而家开始，即系0912，由刘杰辉副处长暂代警务处长一职，同埋寒战行动嘅总指挥。多谢各位，大家应该知道而家时间。時間同形勢對我哋警方好不利。在協持人質事件和維持香港治安兩方面，我哋需要作出適當嘅平衡。一，取消所有緊急狀態警示，所有人包括 PDU、智科、SDU 維持正常編制。我唔可以俾翻反資，我哋因為佢會反超香港。二，因為考慮到呢一次可能係持久戰。我現在委任高級警司徐永基、陶志林為韓戰行動副指揮，臨時指揮中心的成員要制定單位，指揮部一日兩家，其他部門一日三家，直至案件完結又或者爭取回來。大家準備出去。喂，你是誰？為何火器電話會在你手呢？咁你又系边个？我姓刘，刘杰辉。警队有三个同你同名同姓嘅人，一个水警，一个 P C， 一个副处长。我系 acting C P， 再问多一次啦。点解有伙计嘅电话会喺手咧？我打得俾你，唔该你礼貌啲同人讲嘢。你点想放人？未做功课唔好害人翻学。记住，你嘅伙计喺我度，仲有，你唔系刘杰辉。我三分钟之后再打嚟，我要刘杰辉真人。而家信号开始喺丁九橛北行，喺青山公路终止，全程28秒，个反应该系车上。同文书处落边，我要佢心理分析、风险评估，边有张闪卡，边一部手机，我要第一时间知道结果。Yes sir， 王强啱过身。福利部同 PBRB， 佢哋最快派人员，再见啦。45秒。9320，我只可以准备工资。3点半前准备好，我再通知你交收方法。
哋唔使一齐喺度烧大你。你翻去先，老常，跟父等我去。玉山揾人交俾我，佢要我亲手交俾你。佢话你知系咩嚟？崔 Sir， 讲两句。3333万，你有半个钟头时间数钱。仲有，你唔使查，我而家喺荃湾重案界。减翻条大数，而家系咁多。老实，两句。金副主管咧喺我上车之前打个招呼，佢话批现金如果用唔晒，可唔可以第一时间借翻金副？我哋惊咩？动够车，啲尾数用够车还翻金副，小心啲。听你嗰个点处置啊？佢条命贵过依个，加埋千祈唔好俾佢死住。而家转紧位置。金已经准备好，严教授。只可以一个人嚟，你有冇揸车？有。调咗三天人 back 你嘅，咩车牌 ？KM16。黑色车身，而家喺边？啱啱出电一场，点啊？出运气厂街左转下角道，细水过海。Copy 卡温，车上见。唔好意思，我改变主意，你而家落车。
頭左邊係 IFC， 前面有 Four Seasons， 右邊係天星碼頭。小姐，靠你。Captain Traffy， 到天星碼頭，左右夾攻。以你嘅步伐，應該差唔多到。話俾我聽，你前面係咩？前面七號碼頭，左邊二到六，港外線。老徐掉咗头，想乜方面放晒？反跟踪。我哋用翻西隧过海。嘉温，喺九龙方向出口慢车等我。康 Sir， 電話信號同樓上位置好近。對面一位同事 stand by。請問你係咪樓上？係。喂。楼上，你预定计划迟咗四分钟，你上的士去机场，冇揾排队嗰啲。个老友交更喎，前面接个部啊！警察，开车。楼上嘅短信，的士车牌 Mother Alpha 八七一四，的士证六六一八，许联络。系喂，等多阵啦，嚟紧啊，车着个傻嘅，冇办法，嚟开电台等我啦，系咁啊。而家去到边？五号干线，西九龙站。唔去机场。上橋去大角咀，司機唔該，右轉上橋，翻嚟嗰陣。又機場又大角咀，玩咩？諗掂先啦，傻。如果我冇估錯，你嘅身同袋錢都裝咗追蹤器。你有冇當過差？如果你係差人，一定好有前途。我八八年入職，有冇見過你？我对警队一啲兴趣都冇。我几个伙计而家点？停车！我叫你停车啊！停车！阿 Sir， 钉牌噶，停车！停车！阿 Sir， 而家停车，而家车噶喎！阿 Sir， 你望下下面。
繼續。你咁錫你啲夥計，你都唔想佢哋有事，係咪？我數三隻，將你手上袋錢掟落去。三、二、一。今日大家都好金。Sir， 处理埋个伤口，攞份口供先。休息下啦，刘 Sir 喺嗰边。Vincent 啊！
一個班機 delay 咗，要聽朝先到。佢上機之前，只係知道寒戰行動都係個總指揮，就係你。要鎖匙，你聽日自己還翻俾佢。今日真係奇怪，嚟到醫院，個個夥計同我 say sorry， 我受得起，唯獨是你。我哋而家有四個夥計冇事 ，Vincent 係可惜啲，但我未輸曬，你仲係我 in charge。我只會比你更激進。副主管系威廉，今日起请 Annie 呢半个月，唔讲得去边，我听日帮你 check 埋入境处。成点啦？不如我车你翻去啊！李辉，到啦，快瞓啦，听朝我嚟接你。Mark Sir， 我需要 confidential briefing。我今朝收到一份文件，署名告密者投诉现任警务处管理副处长刘杰辉涉嫌收受利益，妨碍司法公正。投诉原因系同七日前大角咀天桥枪战有关，成件事最吊诡系冲锋车上面其中一个成员就系副处长李文斌个仔。香港警队警事异常啊，全部经过品格审查，爹哋。你冇把握。呢一个月，截至到寻日，喺香港注册嘅银行，所有柜位有号码记录嘅追踪钞票，收到嘅总数系319,500。我唔系好明你想讲乜嘢，陈生。我想话，我哋金管局嘅立场，从来都唔认为为执法部门准备 tracing paper 有用。你讲到好似因为我哋唔见咗笔钱咁啊，陈生。咁多位，不如同我讲 ，tracing paper， 所谓嘅追踪钞票，根本就唔能够发挥追踪匪徒嘅作用。对于将来系咪需要由金管局为执法部门准备，需要重新检讨。喺先生部门，佢哋刘杰辉先生，我系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国标。我哋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请你跟我哋翻嚟协助调查。呢几个咩事啊？上到嚟警察总部拉人，仲要拉副处长。刘 Sir， 麻烦你合作。
你知唔知规矩啊？今日在座嘅都系维持香港治安嘅最高管理层。你想请柳 Sir 翻嚟问话，佢最起码有半个钟头做 hangover。仲有咁大件事，你老细知未？半个钟啊嘛，我俾你。诶，仔，我俾乜地方？唔好意思，我柳 Sir 要你等添。郭伟明，我副手。不如我哋直接啲入正题。好啊。我哋收到举报，所以请柳 Sir 你翻嚟了解一下你哋警方叫做寒战嘅一个行动。以你嘅经验同埋判断，如果要骑劫一架冲锋车，需要几多少天时、地利、人和？才至可以完成到咧。頭先唔係講大家直接啲嘅咩？坦白講，以現今嘅科技，要一架衝鋒車完全消失，幾乎冇可能。除非上下串通啊！你信唔信警隊裡面有內鬼啊，柳 Sir？ 喺寒戰行動結束之後，我哋內務科開咗個 file， 跟進衝鋒車各成員嘅品格審查。在报告未完成之前，我说什么？寒战行动之前，因为一哥不在香港，处理警务处长一职是由李文斌李 Sir 负责。但是寒战当日，咦，柳 Sir 你做了处理警务处长一职，那就是寒战行动总指挥原本不是你，是吗？是。那我想问，警方基于什么准则来到定一个行动总指挥呢？又基于乜嘢准则去更换呢个总指挥呢？处理警务处长一职又相当重要啦。咁机制上面嘅嘢又系点嘅咧？呢个问题警例有写，网上有得 download， 你自己睇。就系因为呢份行动报告同过往警队行动报告好大出入，先请你翻嚟啊嘛，柳 Sir。单系更换指挥官呢一方面完全冇记录低，已经好有问题。你哋知唔知咩叫做 report？ 咩叫做 notes？ 差人开出条件，警方系金库攞赎金；差人开出新条件，赎金用唔晒。法理上呢啲系证物，应该入证物房。点解要即日运翻去金库咧？而点解要咁低设防之后运翻去咧？在李 Sir 交出权力之后，你以处理警务处长的身份开了一张9320万的支票。柳 Sir， 12月8日下午那两个钟头，你是全香港实际上最有权力的人，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直接影响整个香港的安全。无论我在哪一个岗位，我每一个决定都是以香港市民的安全为大前提。大家都是执法部门，记不记得上犯罪心理学的时候有一课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你既然说我们都在执法部门做事，但一直转弯抹角的角度反而是你，你简单点答我，我究竟犯了什么事？柳 Sir， 你对这份文件有没有印象？这份文件我们已经去信保安局，保安局反问我们怎么得来，我们在这份文件上找到你的指纹。我要拿这个 advice， 我们经律政司批准在你名下登记的通讯号码进行截听，我们已经有十足把握你所有的犯罪证据。我现在来问你，
屬於香港納稅人嗰5,900多萬到底喺邊？劉傑輝先生。你而家 office 有冇 look？ 你话只手指有晒我罪证，你喺我面前打开佢。如果冇，我俾时间你去买。仲有，我打得俾我律师。不好意思，先生，唔得你。喺澳洲嗰边咧，都留意香港嘅新闻，估唔到原来嗰日发生咁大件事。有位帮我个忙。12月8日当日，你有冇要求我同事取上？取上。如果啲现金用唔晒，要即送份金货。我冇帮。如果唔介意，聽日中午我揾個同事上你辦公室，幫你落份口供。冇問題。唔該。主管魏威廉死了，是汽车炸弹。回来有事。Vincent的新律师，那些手续在搞紧。原来他半年前输了很多，他赚了3个月钱。翻案咗俾銀行，就我睇个账咧，点啊？
Vincent 仲有好多嘢未搞掂，呢两日我都要陪佢。你会试过俾你朋友出卖？Billy， 我想知道呢只光碟喺边度嚟嘅。我暂时唔讲得全部上。呢个光碟里面嘅内容系警务处最高层嘅机密 ，Security Grading 系 AES Plus， 绝对唔系一般资料提供人可以接触到嘅东西。如果里面嘅资料系真确嘅话，可能我哋都越紧权。但呢个告密者好清楚警队，好清楚 ICAC， 更加好清楚法律。而家能够破案，揾到韩志莫下黑手，得我哋。我哋同佢根本坐唔同一条船，我都翻转头。你一直想调翻去问责局，系咪？Billy， 我唔系冇谂过，但呢件案好复杂，呢啲机会得一次，呢个好可能系属于我哋时期嘅水门事件。OK， 嗱，我俾三日你，三日。Thank you, sir。得到的消息，警务处管理副处长刘杰辉在昨日上午被廉署职员拘捕。大家好，不好意思，你们这样问法我们一条都不会答。中文传媒先。局长，刘杰辉先生是不是已经停了职了？他是因为私人理由暂时休假。警队这一年来民望这么低，现在廉署拉埋副处长，问责局有没有人需要负责任呢？这个问题容我用下次先跟你讨论。局长，你单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刘杰辉成为警务处处长，这一次廉署的合同有没有打乱了你的部署啊？局长，对香港警队高层被严正公署拘捕，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您个人是否相信刘杰辉的贪污呢？局长，你觉不觉得自己信错人？你会不会引咎辞职啊？局长 ，ICAC 行动之前有没有事先通知落保安局长？局长，我们这边讲上，我们这边讲上。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一條接著一條。不如我一次過回答大家的問題。劉傑輝副處長並沒有被廉署拘捕，他因為私人理由暫時休假。我個人非常肯定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還有，我想在這裡再一次澄清一下，香港是行普通法的先進城市，在編制上 ICAC 行動之前是並不需要向我匯報的。我明白，我明白，我非常明白，現在新聞進步到什麼都可以問。問之前，你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亞洲最安全城市一個核心價值。李文斌是红富仔出身，刘杰辉文官扎上嚟。刘 Sir 今年44岁，是回归以来最年轻的警务处副处长。李 Sir 下个礼拜就5/1，距离一哥曾向荣退休仲有2年半，但系到而家连警队内部都不知边个会上。属于鹰派的李文斌一直深得内部前线警务人员支持，尤其是 CID， 所以照牌面应该是他上任至啱。不过我们从政府高层收到风，原来他们的理想人选是刘杰辉刘 Sir， 因为经刘 Sir 守这4年，警队条数做得非常之靓，所以这几个月如果警队高层不是有重大失误的话，李文斌很可能被劝退官至行动副处长然后退休，到时刘杰辉刘 Sir 就会是香港警队历史上最年轻的警务处长。张 Sir，你假設李 Sir 是因為怕劉 Sir 威脅到他，想做低他？假設都不大膽一點，幾時才得你大膽？你 call， 幫我打政府化驗所。三日前我收到一份告密者相当有份量的资料，白山教导前接触过一个，初步相信
资料熟实。我哋听日要请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翻嚟。根据情报，李 Sir 仲老练过柳 Sir 十倍，大家要打醒精神。李 Sir， 咁早请你翻嚟，冇吓亲你同你屋企人啊嘛？文件里面嘅人名有冇印象？冇。一架 EU 车，唔计薄脚，一个知道当日行动细节嘅内应，一个 IT 人去 set up 成个 system， 一个负责同你沟通嘅人。当然不少得冲锋车一个成员，最低消费四个就可以买起香港警队。就算俾你挖个 I T 人出嚟，起埋批失枪，仲有个内应同埋冲锋车只鬼未见光。我完全唔知道你喺度讲咩。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嘅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嘅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事情之后，基于人身安全。你担保他们加入港英政府最后一批更新人士名册里面，还可以在合法情况之下改名换姓，得到南非居留权。当年策划编号是 ND157。 我觉得你似一个警察多过个 ICC。 连金库主管都被你灭埋口，一批新旧伙计帮你做台大戏，买起徐永基，送刘杰辉一程，是吗？原来你们这么早请我来，是想我听你哋作故仔。如果冇乜其他事，我想先走。李 Sir， 你嘅策划能力真系好强。刘杰辉嘅无敌履历，连埋下线整嘅梯队，一个所谓寒战行动，全部报销。翻查记录，定尊李树堂系当年华人最高警司，你个仔李家俊 IQ192， 人鸡性毕业，李家三代一门三杰，恭喜你啊，李 Sir！你一定是下屆警務處長。你的想像力越來越豐富。不是想像力，隔離房就坐了你的舊夥計楊志安，要不要我叫他過來跟你聚一下舊？小朋友，不要跟我們這一套，我敢拿命來跟你賭，隔離房只有你老闆。基于一个片面的分析，没有做过严密的逻辑推算，就请了香港警队两位副处长回来问话，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是不是很兴奋？一手抽出幕后黑手，捣破警队大阴谋，是不是觉得很本事？到你坐到我的位置，你就自然心中有数。我的网络和人脉多到连一哥都知不完，我不明白你们究竟想在我身上问到什么。你们假设两位副处长其中一个是鬼，一是就柳 Sir 侵吞赃款，一是就我害他想升职。我在警队服务了30年，认识了不少的朋友，亦得失不少人。不过这30年我学了一件事，就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无论暗也好明也好，第一步学晓它。不过有很多人未走到这一步已经死了，知不知道为什么？来不及。第二步就在这个游戏里面找个线头出来，学晓怎样没有犯规，懂得怎样在个线里面玩，那就可以勉强保住条命。一个城市可以没有 ICAC， 定可以没有警察。还有你两个都新，自己小心点，你们的上司心地唔好。咦，李 Sir？ 阿 Sir， 喂，我哋搬嚟咁耐，第一次上嚟探我哋喎，点解唔先通知我？今日系你哋廉政公署专程请我上嚟协助调查。根据香港法例，廉政公署有权喺冇证据嘅情况下拘留我48小时。我决定喺度住一晚，俾够两日时间你哋，希
希望你哋到時砌都要砌夠足夠嘅證據，先再傳我上嚟問話。唔好激啊，唔好激。你係處長嚟噶嘛？我哋做嘢都係希望同警隊排毒嘅啫。咁啊，嚟 office 坐低。咁啊，知道個遊戲點玩未？丘吉尔讲过，所有战争都是非必要战争。咩意思啊？政府化验所的测试结果证实，金库主管魏威廉的汽车炸弹主要成分就是黑火药、硫磺、木炭、硝酸钾，是黑火药的主要元素。Sorry， 咩叫做黑火药？黑火药是一种低速炸药，用嚟做烟花的主要材料。但系唔好睇小佢，四千尺范围内都死啲人。佢哋想借 Vincent 同金库主管呢两个死人，将所有罪名推晒俾佢哋。策划骑劫冲锋车班犯，根本就系自己人。我哋两个是但一个以寒战行动名义再查落去，佢哋即刻会知。如果他们不再犯错，不再现身，这宗案根本无可能破。北上香港的执法机关得我们 ICAC 直接向司仪负责，连保安局都没权过问。在编制上 ICAC 行动之前是并不需要向我汇报的。相信自己的执着，非常的时期，用非常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告密者想借 ICAC 出手引班犯出来。你就是那個告密者，老 Sir， 如果不找我們出手，最後被勸退的就是他。全香港有44座標定是可以放煙花的，而電台火藥的牌照只有20個，他們負責煙花匯演。我們索到了這44座大廈的煙花技術員，有3座我們的 target。 今次我們只要捉到這個炸彈狂徒，就可以找騎劫警車那班人。车长黄强的验尸报告，他全身包括头发和指甲纤维都找到氧化铁和环境土壤。四名冲锋车成员的口供，出事当晚第一藏心点是一个废铁货仓，份报告非常合逻辑。不过我还有些怀疑，所以在3日前我拜托政府化验处将其余4伙计的衣物再做比对。冲锋车4成员里面有3人只有一组环境土壤数据，但有一个多过一组。唯一解释的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在相同地方出现超过一次。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打过风，打风落雨造成的土壤气息，天做了我们的时间证人。越细心的人越会做好准备，
因为劫持片段要事先录影，先有时间 check 清楚，所有背景资料已经清洗干净。佢虽然已经好细心，但事实永远先系最细致。根据情报，每个天台在烟花组装的时候，危险程度等同一个炸药库，大家尽量小心。要杀金库的主管，又在现场留下黑火药的痕迹，这个线索太明显。所以唯一合逻辑的解释，就是劫冲锋车潜伏在警队里面的内鬼，要开始借刀杀人，清理门户，宁愿出卖帮我自己的外人，都不想爆现烈火的。不过，段船等。邝子立系咪？我系。仲记唔记得以前 O 记嘅陈斌啊？帮我转做污点证人，我有嘢要爆。你即刻同我上嚟天台。好，你等我。Michael。准备 call Michael， 佢封我。Yes sir。好久没见，捞得几吊啊，邝 Sir。你回来多久？我只是想知道哪个有份。你叫下面班有 backup， 我就告诉你。放下枪，冷静点，放下枪。下面有咁多火箭受咗伤，你而家叫我放低枪。你俾时间我，我会谂办法杀掂佢。我可以保证你安全。你点解出卖我？你点解出卖我？Michael， 你点解出卖我？Go to hell.
爸，好夜咯，仲未瞓？手上有份嘢俾你。百物一疏，点解？其实有好多前辈都系企喺你嗰边，唔单止我，仲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人，一直都喺度帮紧我哋。吴彦臣、王强，佢哋都系警察，佢哋都有屋企人。入学堂第一日，教官都会同我哋洗脑。话我哋份工会有一定程度嘅生命危险，呢个只系我哋争取权益嘅其中一个方法，我唔觉得有问题。有时候但我点教你，你唔记得？你教我嘅嘢，我从来都冇唔记得。时代唔同啦，你帮咗人，冇人会知；你让俾人上，天都唔会帮你。你已经走得咁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我的，你会怎么做？我不会自首，不会坐监。如果我是你，我会放你走。为什么这么伤心？因为你得没一个仔。刘杰辉一上场，净系识 cut budget， 一味挂住整靓条数，擦上面痕。知唔知我哋前线嘅士气有几低落？而家嘅一个已经令我哋好失望。CP 呢个位，我绝对唔会俾呢种人再做多次。爸，其实好多伙计都撑你，只要你坐上去，我哋就有希望。有几多人同你喺埋一齐？多到你估唔到。我哋已经讲好晒，万一有事。有几个师兄弟要先牺牲，过几日我会安排批失枪同赎金曝光，由你去破案，爸，差一步咋？我哋保住咗咁耐，就系争你嗰一步。俊，你最好先回答我头先嘅问题。我就唔会揾咁多借口去做咁多错事。I love you, Dad。几多？仲剩翻几多？如果佢唔拎起支枪，即系话佢仲有得救；如果佢敢拎起支枪，佢就已经唔再系我仔。佢嘅将来系生系死，同我无关。
原来我一直收错风，啲人仲话李 Sir 比你老练十倍。老 Sir， 真老 Sir 你。张 Sir， 有冇谂过转过嚟警队帮？答俾我。警察，Sir，我有个问题。我知道你想问乜，因为李 Sir 同我都申请咗太早退休。阿林，我可以做嘅嘢唔多，经过以后求你。上司的永远不会追出来找下属，只有下属追出来找上司。这句说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你毫无实战经验，但这件事反而成为了你的优点，可以很宏观地去看每一个 case。 在不触犯法例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下，警察部每一个部门 ICAC 包括保安局都成为你破案的工具。我一直懷疑你的工作能力，是我主觀了。丁 Sir， 不過你有一樣嘢真係錯了。二次大戰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問英國的首相丘吉爾點樣評價呢一次二次大戰，丘吉爾答：呢一個本來可以避免的不必要戰爭，佢冇話過所有的戰爭都不必要。Gathering Storm。第一頁最尾嗰段，我唔應該喺你面前跑書吧。老 Sir， 好，请等等。老 Sir， 喂 ，Hello， 刘处长，仲记唔记得我？我记得。你太太叫陈雪儿，向日葵花店负责人。你个女今年五岁，小太阳幼稚园高班，刘思雅。你想点？我想你放一个人。
了。